风一宁综合报道，南韩女星崔智佑靠住冬季恋歌天国的阶梯，更韩剧名气大涨。昨29日更经传闪嫁圈外人消息，连经纪公司 YG 娱乐也处于惊喝措手不及。今年42岁的崔智佑出道以来，不止作品多，绯闻也不少，而且还经常是跟合作男拍档传绯闻，简直就是超级发电机。崔智佑跟宋承宪是同期出道，因此1996年就曾经穿过两人彼此友谊，但1999年却因性格不合而分手。在亚洲人气爆炸高的永阳裴勇俊跟崔智佑两人曾经合作过冬季恋歌，假戏真做的消息传了又传，最后传出是崔智佑移情别恋，才造成两人分开。2004年崔智佑跟李秉宪合作又获一片，当时李秉宪正传出与宋慧乔热恋中，不过崔智佑就是有一套，当时还是传出崔智佑成为两人之间的第三者，让李秉宪跟宋慧乔恋情拉警报。唯一受到崔智佑认证的男友就是李真旭，他们是在2007年合作空中之城结缘，因戏擦出爱火的两人2009年公开恋情，只可惜2011就分手了。崔智佑婚纱公布，非常美丽，34CEO 李秉宪，34 My Daily 李振旭，34 YONHAPNEWS 裴勇俊曾经与崔智佑因冬季恋歌结缘，34裴勇俊脸书。